创世纪第三十六章一节，以色就是以东，伊的后代基地下面，以色娶迦南地的查某囡仔做某，就是希人伊伦的查某囝阿代，甲希比人这边的查某孙阿那的查某囝阿何利巴玛，佮娶伊什玛利的查某囝尼拜约的姊妹巴什伯。四节，阿代甲以色生以利法，巴什伯生牛尼，阿何利巴玛生亚欧西、亚兰、科拉，这拢是以色的囝，伫迦南地生的。六节，以色带着伊的某、囝儿，甲家内一切的人，以及伊的牛羊、精牲，甲一切的财物，就是伊伫迦南地所得到的，去别个所在，离开伊的小弟雅各，因为两人的财物精牲真济，寄卡的所在。未用稳得因，所以未当三脚站起。对安尼，以色住伫西尼山，以色就是以东。九节，以色是西尼山以东人的祖，伊的后代记伫下面。以色众囝的名记伫下底。以色的某阿代生以利法，以色的某巴什伯生牛尼，以利法的囝是提曼阿伯。西坡、加坦、基立斯，十二节，廷纳是以色的子，以利法的世仪，伊甲以利法生阿玛力，这是以色的母阿代的子孙。流尼的子是拿合、谢拉、撒玛、米撒，这是以色的母巴什伯的子孙。以色的母阿何利巴玛是这边的查某孙，阿那的查某子。伊甲以色生亚欧西、亚兰、科拉，以色子孙中做族长的基地下面，以色的大囝以利法的子孙中有提曼族长、阿伯族长、西坡族长、基立斯族长、科拉族长、加坦族长、阿玛力族长，这是伫以东地对以利法所出的族长，拢是阿代的子孙。十七节，以色的子，流尼的子孙中，有拿合族长、谢拉族长、撒玛族长、米撒族长，这是伫以东地对流尼所出的族长，拢是以色的母巴什伯的子孙。十八节，以色的母阿何利巴玛的子孙中，有亚欧西族长、亚兰族长、科拉族长。这是对以色的母阿那的查某子阿何利巴玛子孙中所出的族长，以上的族长拢是以色的子孙，以色就是以东。二十节，迄所在的本地人就是何利人西尼的子孙，记伫下面就是罗丹、苏巴、这边阿那、迪顺、伊察、迪三，这是对以东地。的好利人西尼子孙中所出的族长。第二节，罗丹的子是好利，希曼罗丹的姊妹是廷纳，苏巴的子是阿列文、马拉合、伊巴略、西坡、阿兰。第四节，这边的子是阿雅、阿那，当时伫旷野是伊老爸这边的驴拄到温泉的，就是这个阿那。二五节，阿那的子是底顺，阿那的查某子是阿何利巴玛，底顺的子是辛但，伊是班、伊兰、基兰，伊察的子是撇罕、撒番、阿干。二八节，底三的子是乌苏、阿兰，对何利人所出的族长，记伫下面，就是罗丹族长、苏巴族长、这边族长、阿那族长。李孙族长、以察族长、李山族长，这是对何利人所出的族长，拢伫西尼山的地，照宗族做族长。三十一节，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的大圣，伫以东地做王的，记伫下面。比尼的子比拉伫以东地做王，伊的城名叫廷哈巴。比拉死了，
波斯那人谢拉的子约巴率接伊做王。34节，约巴死了，提曼第的人何山率接伊做王。何山死了，比达的子哈达率接伊做王。这个哈达就是伫摩押地太阳米甸人的，伊的家乡名叫阿米德。哈达死了，马苏里家人松拉率接伊做王。松拉死了，大河边的利和别人所罗率接伊做王。38节，所罗死了，阿吉坡的子巴力哈兰率接伊做王。阿吉坡的子巴力哈兰死了，哈达率接伊做王。伊的家乡名叫巴乌，伊的某名叫米希塔别，是米撒哈的查某孙，马德勒的查某子。40节，对以色列所出的族长，照因的宗族所在名义记伫下底，就是听立族长、阿力瓦族长、亚帖族长、阿何利巴马族长、伊拉族长、比伦族长、基立苏族长、提曼族长、米比萨族长、马基迭族长、伊兰族长。这是以东人伫所得到作业的地，照因所徛起的所在。所有的族长，拢是以东人的做以色列的后代。